大家好，来欣赏一下何池打陈辉的三问对决啊！这场比赛和老二的大门打得非常的有这个想法啊！来看对决，随机到了龙二，这个龙二有点废啊！和老二的龙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啊？用尽废退，亘古不变的道理啊！原来啊，直接踢死，这个龙二是来送人头的哈、啊，他是在为大门做铺垫的。大门起身一个气啊，我去，好空房拦着山啊，来看看进角落之后呢，因为是二 P 的大门哈 ，AB 过来之后呢，直接打了一个二子，本来倒地之后呢是可以震这个不知火舞的啊，不知火舞的阵法呢是后后，然后这一个假阵哈，但是火舞跟猴子一样啊，都是你要震他就飞走了的一个角色啊，原地起飞的角色，所以说不能震。我去，广西的蓝之山突然变得这么强了，然后倒地又是二 P 啊，然后来再折，这个 AB 过去之后折左右是怎么折的哈、啊？你如果说想折他的这个前面啊，你就摇杆直接拉前；你如果说想折他的这个后面，你摇杆就拉后啊。AB 过去之后，他就不知道怎么防了。一边用战 A 一边来靠近啊，来电招，突然又是吸过来啊，吸铁是蓝之山的，这个是广西蓝之山要媲美福建蓝之山了吗？这不太远了，连续的跳压，好晃一下，来一下味道，跳压，好再抓，闻一闻海的味道，逆向命中，牛逼哦，再来。哎，漂亮，打空哈、啊，然后马上落地骗对手空防，再站低打他的空防啊，非常有想法呀。好，看看这一局鹿死谁手啊？哎，又闻味道，逆向防住，好，站B乱动，再闻一下味道，到了二，危险，继续点。哎，这波下 B 之后是可以下 B， 然后接必杀的哈，他错失了机会，要死在角落了。哇哇哇！居然被打破防啊！好，逆向来，反动三断触啊！好，滚出去，修不会走丢。